Hello，晚安，大家晚安。蛋挞嗨，Hello，初风，Hello，浩毅，Hello，洛克，Hello，杰克，Hello，史努比，晚安，Hello，Hello，Hello，信伟。Hello，君燕，晚上好。Hello，游戏 Hero。Hello，玉安。Hello，怀怀。隐形眼镜，隐形眼镜。今天比较橘色。Hello，大头。Hello，天天。嗨，显迪奇。Subway，你在吃 Subway 是不是？Hello，谢谢初风的行李箱。Hello，福福猫。谢谢怀怀的幸运四叶草，嗨冰块，嗨微如，Hello，显迪奇真的很好笑哎，晚安灯火，晚安燕婷，谢谢行李箱，大家大声一点。晚上好，谢谢阿红的向日葵，谢谢 Snoopy 的红玫瑰，谢谢Tin 的你最闪亮，大家好久不见，谢谢微如的看好你哦。我前两天因为工作所以很早起床，然后我今天就想说，今天就很累，因为我很晚才睡觉，然后我今天就很累，所以我中午睡饱了。我从三点什么的睡到6点，睡了3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可是现在也没有很精神欸。我就跟一家说，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感觉身体还是很累，应该是越睡越累。我不应该睡那么久的，午觉不应该睡那么久。大家，我想听听我最闪亮。谢谢大家闪亮闪亮，谢谢大家的我最闪亮，这样吗？谢谢信伟的向日葵。谢谢大家的闪亮，收到闪亮最闪亮，谢谢。非常适合我的礼物哦，谢谢。我最闪亮是首歌，是哦，真的假的？我最闪亮。谢谢大家的我最闪亮。安安，Hello，坤坤，Hello，紫嫣。大家晚安，晚安。为我而定制的礼物。真的很适合我最近的礼物，就是向日葵跟我最闪亮。你还在发育，多睡点很好。我还在发育吗？对，多睡点会长高。谢谢好孩的掌声鼓励，谢谢。还有向日葵，谢谢。还有红玫瑰，下次可以试试只睡半小时。对啊，会觉得就是睡太久了。其实我本来调的闹钟是1个小时，然后。因为不是有那个睡眠统计说，15分钟是没有效果的，20分钟到40分钟是有休息，但是不会深度睡眠，然后45分钟以上的睡眠就会变成深度睡眠，并不会长高。谢谢综合喵喵的黄色向日葵，早安啊，晚安，半小时差不多，好像是，可是半小时又会有一种，因为睡觉嘛，所以睡完之后就会有一种还想继续睡的赖床，是有没有进入深度睡眠吧？15分钟午睡有进去的话，效果也很好。我觉得睡进去的话。
起来就会有那个睡觉的感觉，但不一定就是真的很精神，就看情况吧。我觉得睡得太好的话就会很累，睡得刚刚好的话呢就会很精神。对，可是现在我就还蛮精神的，因为午觉。不是我们赖床，是床会吸人，赖床会影响我一整天。NNNNSD， 谢谢 Sam。 有睡觉就是要说早安。今天眼睛那么雪亮。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银眼的故事，就有一天我去买银眼，然后我找不到我平常买的那个颜色，因为我在另外一家店买的，就是另外一个地区的同一家，就是我去屈臣氏买。但是我那天去是什么？是保养，这保养找到，然后因为刚好在买东西，然后就找不到我平常的那个颜色，那我就随便看，我就想说，哦，这个颜色叫做橘光森林啊，听起来很好听，所以就买了。然后结果戴上去之后才发现，哎，很显色。所以呢，就偶尔戴戴，然后我后来还是买回我平常的颜色，比较自然。森林系少女，取名也那么特别吗？还好。小琴今天的发型是什么意思？没有特别的意思，就绑起来，绑起来，好看，谢谢。就蛮显色的，偶尔可以戴戴。之前有一次红色的，我很喜欢。红色吗？我有戴过红色的银眼，是说银眼吗？眼睛瞬间变大，那是因为有颜色吧？因为我平常其实那个大小都一样，但只是颜色问题吧，我平常就是戴比较自然一点的。什么时候白天直播啊？看情况。谢谢 CKMK 的向日葵花海。你可能忘记红色，我有点没有印象。粉红色倒是蛮有印象的，有一段时间就突然觉得那个粉红色蛮好看，但后来回去再看照片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个粉红色真是太显色，因为我平常没有很喜欢戴显色的，可能是因为没有很会，就是黑发什么之类的，就是妆容也没有到很就是很会画，然后就会觉得有点不太习惯。还有吗？没有了。谢谢杨公公的红玫瑰，就算有现在也没办法直接摘出来然后再戴上去吧。现在这个颜色好适合你，谢谢。银眼很好看。对，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就是偶尔换一换银眼，因为我觉得银眼就算是棕色，就是可能就是真的要放大，或者是在你前面看，就是在你眼前很近才会看得出来，就有什么差别。但是就是还是有差，我觉得大小啊、颜色什么的，有时候就是看心情啊。就是买到很好看的银眼就很开心。小琴都戴日抛还是月抛？其实我戴日抛哎，但是因为日抛比较舒服，对，但就是。像我这种每天都要戴的话，就是比较花钱啊。可是也没有到，但是因为所以就我就没有每天都戴，就是怎么说需要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谢谢陈恩的枫叶。谢谢。因为，但是我有想过要换月抛，因为月抛比较划得来，因为真的是每天我在戴。
透气度高。偶尔可以戴眼镜，还不必要，我不喜欢戴眼镜。说起来，我眼镜坏，眼镜坏，就是我有两副眼镜，然后一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然后有一天我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吗？有一天我不小心把它弄丢了，然后我想说，咦，我的眼镜不见了，我就只好就是终于有一天就跟一家一起去配一副新的眼镜。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在很夏天，然后开冷气，然后就躺在沙发上，然后才发现就是。他在沙发的缝隙里面，以前的那个眼镜，应该是有一次我在沙发睡觉，然后我把眼镜摘下来，然后我想说，眼镜怎么不见了？然后找不到，然后其实就在缝隙里面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疫情期间，我好像有一次不小心撞到我的眼镜，就第二副，然后它就掉在地上，然后它的框就断掉了，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就是等疫情结束，就是那个居家隔离结束之后，我要去眼镜店去修好它。但我一直没有，就是没有经过眼镜店，然后有经过都忘记。而且后来我本来去就是市政府，因为是有点必经之路嘛。然后市政府有一家眼镜店，然后我是在那边配的。但后来好像我不知道是疫情原因还是我忘记了，因为最近没有经过。但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想说要去要不要去就是修那个眼镜的时候，他好像关，就是是倒闭吗还是搬家之类的。然后就近期还没有拿去用。对，经过直接进去配另外一副也不用吧，度数搞不好变了。我以前的那一副，就是我第一副的话，应该就是度数。我再去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我去买新眼镜的时候，其实好像没变，对。但我觉得我散光应该变深了。我以前没有散光，然后散光，对，然后我的眼镜的也没有散光的，就是没有配散光的眼镜，因为就是很低，所以就算有一点点，其实不影响到你的看东西。所以我眼镜的镜片是没有散光的，但是我最近觉得应该可能有加深散光的部分。小千喜欢那个镜框吗？我不喜欢眼镜。我不喜欢眼镜，因为我觉得眼镜不方便。我很喜欢动来动去。谢谢杰成的向日葵，谢谢。我爱你，谢谢。眼镜增加知性感啊，可是，没关系，就是需要的时候再戴吧。因为眼镜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喜欢动来动去，然后。就不太，就是不太喜欢戴眼镜吧，因为我又很笨啊，笨啊！我妈叫我不要再说我自己笨了。好，没事，反正就是我很容易就是碰来碰去，然后自己又戴不好眼镜。对，谢谢何染的向日葵，你可以戴起来拍几个照就拿下来。就那天，就有时候我忘记去买隐形眼镜的时候，然后库存没了，然后就忘记买嘛，然后打疫苗那天我就戴眼镜，我很常这样子，就是忘记买隐眼，然后就戴着眼镜，然后出门的时候把眼镜放下来，就我没有戴眼镜出门，然后我直接去楼下买隐形眼镜。我一开始还比较不敢，因为我就想说这样看就是看得不清楚，还要过马路什么的。但是，这后来胆子就大了。我平常之前我没有忘记买隐形眼镜，我会戴眼镜出门，然后去买完隐形眼镜才把眼镜戴，就是放下来。我现在就真的是完全不怕，是胆子大了，翅膀硬了。度
度数不深吗？我度数有，其实是看不清楚的。哎，问题时间，刘小晴眼镜度数多少？给你们误差50。哎，你们是讲0.5还是0.5还是什么几百度这样？哦，你们是太几百度，误差50。我有讲过吧？哎，知道的人知道。有戴着眼镜找眼镜吗？哎，倒是没有哎。有视差吗？还是两边的？有视差，但是我通常都只讲一个数字。赶快翻书，答案是550，比你们想象中的深。550左右，对，应该，我觉得应该没有变深，但是散光应该变深。就我以前真的不太会关灯滑手机，但近期比较长。不行，我的健康人生不戴眼，不戴眼镜可以看多久？这里吧，这里吧。这里是最清楚，这样子，可能吧，大概这边是最清楚，然后这边，我这样子看荧幕应该就看不到了，我猜。550蛮深的、啊，蛮深的。我大概是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了，二年级尾吧，因为我二年级是颜值巅峰，二年级是颜值巅峰，戴了眼镜之后就不行了。谢谢阿瓦讲的 kiss 啾啾，谢谢。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的就是有一个上下床，然后上下床旁边呢是我们的电视，然后上下床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厚度吗？就例如说这边是上下床，然后这边是电视柜，对对对，然后电视柜这样子看，然后我就很喜欢。靠着那个上下床，然后就是看电视，太近了。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样子看电视实在是对眼睛没有很好。久而久之，完全不是看书变近视，就久而久之看那个电视就看到近视了。对，应该是这样，我猜是这样子。我哥就是看书变近视的，我是看电视。这袖子也太新了吧！这袖子是这样。对，近视会遗传，我爸爸妈妈都没有近视。然后我妈就一直说，就是后来我跟我哥就是那个近视越来越深，我妈就说，你们真的是。如果全家人都近视的话，很大几率小孩也会。这袖子怎么破成这样？但后来就配眼镜，对啊，后来加深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就是，反正现在我们家也不是这样子配置，我妈很喜欢，就是在，可能是，好像也不全是新年，但是就是大概过几年，我们家的就是加湿的一就会搬一个位置，或者是刷一个油漆什么的，就是我妈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家会偶尔会有一种小搬家的感觉，就不会一直都一样，所以就后来也那个上下床好像也。就是也换了，改变风水嘛，是没有吧？就是心情，有我忘记好像是新年假期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游油漆，就是我们一起游油漆，但通常不是我，因为我不想碰油漆。但他好像很忙的时候，我就会帮个忙，翻新吗？有点像，就我妈很喜欢
就是我们家其实小小的，很小，但是有很多东西，因为有很多东西呢，放着很多东西，所以就是我妈不喜欢太乱，就是虽然小，但是也不能太乱，所以就会收拾，就是把东西都叠起来之类的。你跟你哥哥谁比较会念书？不知道哎，差吧。我跟我姐、我妹一样，看电视离很近，结果只有我没有近视。我觉得全部是，全部都是那种叫什么，几率、命运、运气。游戏感觉很花时间，然后后来都有白色的，就是把那些感觉发霉，因为潮湿所以容易发霉或者是掉漆什么的地方，就是把它油就是刷起来这样子。这不是帽题，就这样。可是这衣服我穿蛮久的，对，我穿蛮久了，只是差不多秋天到了，秋冬天。谢谢 Steve 的向日葵，谢谢华华的向日葵，跟你最闪亮。小金跟哥哥谁姓氏比较顺？我忘了，不知道他，我忘了。哎，我要讲一下我的小学，就是还不错，小学真的是成绩真的还蛮好的。但就是上了中学之后呢，中学就有一点就是东西变难嘛，对，然后就变笨嘛，追不上。现在还是很热吗？还好吧。这是妈妈从香港寄来的吗？你说衣服吗？没有吧，这么我买很久啦。不是吧，你们太久没有看我穿这件衣服。但这件不算热，因为这件就是透透，可以把它拿出来。短袖，大家短袖，好好笑哦！你们没有见过这件衣服吗？我朋友每天关灯打游戏都没有近视，这不就跟林雨欣一样吗？林雨欣也是，就他也会就是晚上关灯，然后就是滑手机啊，然后又很晚睡啊什么的，但是他也没有近视啊。有时候就很羡慕那种没有近视的朋友，就是不用，就是因为你睡觉之前或者是你干嘛，就是游泳之类的，就不要戴隐形眼镜嘛。对，然后。但是就是你要把它脱，然后你还要花钱去买那个隐形眼镜，虽然你也可以戴眼镜，但是戴眼镜也有戴眼镜不方便的地方。但如果你没有近视的话，这些问题都不用去想，哎，好方便。谢谢小翔的盛典选票。真的。很棒很棒。我今天在开直播之前，然后虽然最近不是比较流行那个哈利波特的游戏的游戏嘛，但是我还是没有下载，我就在想说要玩嘛，对。但好像又还好，感觉最近就是没有玩游戏的冲动。但我对哈利波特有点，就是因为有一天一家突然说，想要来了解一下哈利波特，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哈利波特之旅。上一次直播跟你们说，我们看到第五集吗？还是第四集？我没有想玩耶，好像。然后我们今天再看倒数第二集，就是第六集嘛，还没看完，然后差一集了，感觉明天
明天可能看不完，但是后天之类什么的，快看完了，不觉得进度很快吗？对，现在到混血王子，然后我就发现哇，他进度超快的，就是我说电影的内容，因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剧情，就是第六季的混血王子，然后他就是特别多感情线。特别多感情线，就是他讲了金妮跟哈利的事，然后他也讲了 Hermione 跟 Ron 的事，但第六集很难过，对啊，还没，但我们快看完了，还有一个小时吧，还有我们现在就暂停，因为大家要直播，看到一半。但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很难过，但我看到就是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少女心哎，就是我很喜欢看感情线哎，对，虽然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外国电影就是大家很爱亲来亲去，外国人外国就是外国的电影都很爱，就是亲吻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珍贵，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亲来亲去，然后亲完这个亲那个这样。记得第六集的书超厚的，剧情很多很多，还记得最后一本书我是哭着读完的，蛮想去看看小说，但一直没有时间去看。我后来大家知道有一个女生，就是哈利他原本喜欢的女生，不是叫秋吗？秋。然后对，我知道感情线小说会比较详细，因为毕竟还是电影，电影就是浓缩到那两个小时，那两个半小时，然后秋的戏份就是，因为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我有听说过一些剧情，因为也算是翻看嘛，然后我就想说，就我记得就是秋跟哈利有在一起，对，然后一下下，然后。但是电影就写很少，我后来就是是什么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张就秋的故事，然后就发现其实电影真的是放少了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写进，就是拍进去。但是也因为就电影已经很长了，他要把就是那些所有的剧情小说里面的几万个字、几十万字，然后浓缩成一章节。几十万字应该不止，等一下，反正超级多字浓缩成那几个小时就是比较困难嘛。我小时候看到张秋跟哈利分手超级，可是如果看小说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个就是真正的演员的画面，就是看电影因为有那个人，然后你就会说你比较喜欢谁的脸谁的脸这样子。小金接下来要去补小说吗？可能没有这个预定如果全部拍进去可能跟魔戒一样久了，我也没有到那么的就是哈利波特迷。有事先去忙，拜拜，下次见，拜拜杰成，加油加油。看完电影看小说就可以那么，对对对对，因为有画面有人了，对。然后我就很喜欢就是 Hermione 就是妙丽真的很漂亮。小心喜欢先看原著再看电影还是反过来？看情况耶，有些我觉得看我遇到哪个先耶，真的就是例如我很想看那个电影，但是他还没有要播，然后我知道他的原著，然后我可能有兴趣的话我就会先看完原著然后再去看那个电影，又或者是看完电影之后突然对 这一部作品很有兴趣，然后我就会再去看他的原著，又或者是说我知道他的原著然后我知道他要看电影了，所以我看完电影就假装我自己看完那一部作品了这样子就不一定。妙丽的爆炸头很好笑，我觉得不会，我觉得都很好看耶。那好奇小晴看到现在喜欢的角色妙丽妙丽那个谁
秋原本喜欢的那个男生，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就是那个伏地魔就是杀死的那个男生，一起去争取那个圣杯的那个男生很帅。然后对，然后马粪就是一家一直说他很帅，我说我觉得小时候比较帅，就是他长大之后不是我的菜。 CJ 吗？ CJ 他现在是蝙蝠侠，真的很帅。小晴跟一家是 CP 吗？不是吧什么意思？ CP 这种东西是自己讲的吗？我都一律称为好朋友他就是暮光之城的男主角。你说西追吗？哦，是。我很喜欢看暮光。我真的是记，我有时候真的是不太会，有点小脸盲，就是不太认得演员的脸啊。你们说是就是，对 CP 的东西，你们觉得是就是是。我以前觉得《暮光之城》就是就很帅很酷，然后后来我再一次重新，后面还好，我再一次再看一、二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变态，最讨厌这种，就是我不知道是狮子座的感觉吗？就最讨厌别人在那边骂我，就什么李泽言论理论，你知道？大家知道李泽言吗？就是《恋与制作人》的李泽言。然后玩游戏的时候，真是气死了，就偏偏都是那种主线，就是一定要过的那种剧情。我想说啊，这是最讨厌别人。最讨厌别人骂我，明明就我没有错，骂我什么霸什么道总什么才，讲话骂我也要骂个就是有道理一点嘛，真是最讨厌别人怼我。男主角晚上看着女主角睡觉超奇怪，可是他也不用睡觉啊，那个吸血鬼。小晴果然比较适合温暖的人，比如我。气气气！刘小晴的李泽言理论，一开始觉得，李泽言的，等一下，我这样会不会被李泽言的？哦 ，OK， 没关系啦。就是李泽言还是有很帅的地方，因为他很可爱，你知道吗？就是他虽然骂你，但他还是会关心你。这种东西，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喜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他还是关心你，他还是在意你的感觉，真的非常浪漫。对，但是呢，我觉得差在哪里呢？差在不是说他骂不骂我的地方，差在他骂我的内容，你知道吗？他傲娇是对，但是差是差在他的骂我的内容里面，他都骂什么？他就说，就是他有一种看不起人的感觉，我最讨厌被别人看不起，然后又说我笨，哪里？我是说，不是说我，我说女主角不笨吧？老实说，我也不觉得她笨，对啊，就可能我做错事，我说对不起，然后他可能就瞪我两眼，然后后来再就是安抚我什么的，这种就蛮浪漫的，但是。所以我不会选择李泽言，大家不怕被我抢老公没关系，我不会选择李泽言。有点像恶作剧之吻的男主角，恶作剧之吻江直树，
半泽直树。半泽直树。恶作剧之吻。剧之吻他还会不一样的东西，入江直树，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忘记他的姓，所以我刚刚才去查，你知道吗？周启洛，周启洛是，可是我觉得没有到很喜欢，就是周启洛是。我觉得好看时期哦，有时候很喜欢白起，有时候很喜欢另外一个叫什么许墨，有时候又喜欢周启，但周启洛感觉是近期我比较就是会去按进去的，感觉他很有趣，对，看偶像的哈，湘婷不是林依晨演的吗？对，是吧？记得是，谢谢勇哥的红玫瑰，金发偶像。而且我很常把周启洛念成周洛奇，到底是为什么？入江直树。元気ですか？元気いっぱい。谢谢怀怀的一封信，谢谢。年代不一样，没看过。我好像后来近期《恶作剧之吻》有出那个日文日本版，就是重拍版，就有点狗血。但我最喜欢看狗血剧，真的是很喜欢欸。我很喜欢看偶像剧，就是那种特别是那种无厘头的，就是太无厘头的话，一边吐槽一边笑，然后一边看，就是很有趣。但这样，但是如果是普通的，就是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就单纯的蛮好的作品，好像蛮少女，我好像蛮少女的，自己讲。月薪娇妻，欸，那个时候没有看，就是那个刚出的时候没有看，然后我忘记是有一段时期比较好像也是疫情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有兴趣，就想说到底是在讲什么，终于去看，把它看完之后觉得哇很棒，就是觉得红不是没有理由，就像 Cold Brew 一样，大家知道 Cold Brew 吗？ Cold Brew 也是我来三年前吧，我以前也是觉得 Cold Brew 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后来因为有喜欢的演员有去演，然后想去了解一下，我就先把三看完，然后再去看一二，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吧，三就是说到第三季，觉得哇来到三，虽然三跟一二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就觉得哇，三跟一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很厉害。平常不表现出来的少女部分，喜欢那个吃糖，喜欢看感情线。难道都是因为 Gaki 的关系？我是蛮喜欢 Gaki 的，可是。就是作为一个女演员来说，就蛮喜欢。对，食保姆 ，Gaki 或者是石原里美，对，还有什么呢？但我很喜欢看他们两个，对我很喜欢看他们两个的，就女神级女演员。
谢谢守护灵，谢谢伯承。还有什么呢？其他好像有一点就是随意，随意随缘，看到有喜欢的题材，然后就看这样子。或者是有一段时间，例如说我看完这部剧，然后我觉得哎、欸，那个男配角还是女配角、很好看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查维基百科，然后看他们有演过什么剧，然后他们就会去看他们演过的剧。那有一段时间很喜欢那个叫做是什么横滨流星，但是为什么我喜欢横滨流星？我好像也看了一部剧，贷款买个男朋友，还有在 不白不黑的世界里熊猫笑了。然后我本来想要看我们有点不对劲，但还没看，到现在都还没看。横滨流星帅哥，谢谢阿奇的行李箱。川口春奈，这个吗？打扮的恋爱都是打扮的恋爱都是有理由的。好啊，谢谢推荐。哦，川口春奈我也很喜欢。就是演员，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演得很好哎。Cold Brew 出电影版，出电影版特登去睇午夜场。哇！我记得 Cold Brew 出电影版的时候，然后刚好我那时候在台湾，然后想说，我可以去看吗？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后来就，我第一次在台湾看的电影就是 Cold Brew。那时候真的是刚来，我忘记我跟谁去了，忘了，朋友，看太甜会受不了，会难过，超赞的，很喜欢看他们做菜，天棒，真的、哦，谢谢小红的向日葵，好哦，最近去看，我最近在看什么？可是最近在看就是综艺。跟充个电，跟哈利波特，最近在看《爆裂舞台》。谢谢小易的向日葵，谢谢蛋挞的幸运四叶草。乌贼游戏，硬要念乌贼游戏，鱿鱼游戏，我没有看诶、欸，可是听说它跟那个某一部剧有点像，这样还没吧？但大概知道它在讲什么。可是我其实没有到特别喜欢看这类型的，就是有一点我没办法一个人看啦、啊。对，小晴跟一家看电影的时候会关灯吗？偶尔，多人越多人就越会关灯，没有人的话就还好，普通的看。小卷还花枝都有了呢，小卷游戏，谢谢小卷游戏善行，谢谢综合喵喵。听说像要听什么的话，《亡命关头九》你有看？我没有看过《亡命关头》系列。碰糖影片。正在跟风看，没关系啊，跟风蛮好的啊。因为有时候资讯来的就是没有到很熟悉嘛，所以就是大家最近在看什么，就听大家讲，然后去看看，然后意外收获一些东西这样子。嗯，像在电影院的感觉，对啊。可是我不喜欢吃爆米花，不太可以吃。但不会特别，就是特别喜欢吃。通常
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例如说就是可能刚好有一两个小时空掉，然后就是一家说我们来吃饭好不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嘛，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会说要不要来开部什么来看这样子，我都会这样讲，然后就会看一部东西。是的是的，看太多类似题材有点疲惫，但是因为很红还是追了。是说鱿鱼游戏吗？看电影只想喝饮料，不喜欢吃东西。吃东西就是不想要让嘴巴停下来吧，所以就会想要一直就是乌贼游戏，乌贼游戏。谢谢秋日红的 podcast， 啵啵啵啵啵啵啵。鱿鱼吧，但是我会买给朋友吃，不浪费优惠。吃东西可以，但如果旁边的人吃臭豆腐，天哪，这是有一点不幸运。吃东西脑内声音会很大啊，会耶，就是会有那个声音，但有时候就是买了就会想吃，所以还是不要买比较好。但我会喝东西，就是如果有买的话还要带卫生纸，感觉每次去看电影都很容易哭。而且大荧幕跟我觉得电影院最厉害的地方，除了大荧幕就普通荧幕我也接受，我觉得重点是那个音响，因为在一个空间里面大家都很安静，然后它还有那个 around with you 那个音环绕，然后又放很大声，就会很有那个临场感，然后被那种音效吓一吓就很想哭，你知道吗？好可怕。喜欢看午夜场包场的感觉，我没有看过午夜场，我是乖小孩，晚上根本不出门，救命啊。被吓哭吗？不会啦，就是很有代入感而已。可是我有看过早场，午夜场是不太好。早场的话，我就有。有试过战争片，大音响超棒的。你会去电影院看战争片？居然！我现在最新的就是我的突破自己的部分，也没有到突破了，就是一个人出去散步这样子，晚上，但是又觉得有点太晚，所以还是就是尽快回家。晚上可以干嘛？出去便利商店。没了，没有目的地，晚上不太想出门，就很可怕。平日下午看电影很爽欸，很久没有去看电影。可最近好像也，我看一下最近的电影。最近有什么电影啊？面包超人。小晴非常得意。007，最近好像没有那种。我一看就看到恐怖。彩虹小马欸，
柯南。我上一部去看的电影是什么？鬼灭之刃。看看吧 ，Love Live Life Love Live Love， 等一下 ，LL Love Life 的 Live 转播，好想看，好想看演唱会，好想看演唱会。最近就是有一种情况是。回到家就不太想出门，但是我等一下可能要去个便利店买个东西。TP 的演唱会快了快了，再等个三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两个月半。想看有你的演唱会，爱哒嘎哒，爱哒嘎哒，爱哒嘎哒 ，Yes， 好想你。自己去吗？还是约一家？你说去便利商店吗？自己去。便利商店不需要吧？租 DVD 在家看电影，可以看演唱会。我有 DVD， 可是没有 DVD 机，就是我电脑没有那个盘，然后我电脑也快坏掉了，然后我没有电视，我没有 DVD 盘。可是，我有想过，就是曾经有想过，就是以前，可是这蛮以前的事情。以前会租那种 CD、DVD， 然后回家看，但这很久以前。现在可能就看书，比较不太看 DVD， 比较少看啦。但我觉得这跟装置有关系，因为我没有那个装置。电视一台最便宜的4000多，可能你可以买一台。天啊，好好笑。好，可是你知道我曾经有想过，但是毕竟这也是宿舍，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想过要不要在房间买一个懒人沙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价钱，可是又觉得有点贵，就平常就是也没有到那么的，你知道，就是不要花钱在一些你没有真正需要的东西上面。我想过，我还想过，就是想要买一个桌子，小桌子放在我房间里面，但我又觉得这是不太需要，就是没有那个多出来的钱，生活比较重要。谢谢 Yoshihiro 的向日葵。我想说，难得有房间，以后可以就是放个小桌子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有朋友来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邀请他到那个，就成员来的时候可以直接邀请他来我的房间，然后开个小茶会。躺上去之后时间都会被偷走，可是我觉得现在躺在床上也跟躺在懒人沙发差不多，一来就觉得好像不太需要，那就不太需要，就大家就睡床就好了。几千块也是钱啊，真的很好笑，嘻嘻。床的胜利，躺那个可以换个姿势，对啊，而且软软的很舒服，哎，好好笑。嘿，但我也很想我的床，累的时候躺在床上，
对啦，其实就跟很饿的时候吃东西一样，吃什么都好吃。打开浪也会被偷时间，是的。小茶会感觉后续还会买很多华丽的碟子跟杯子，我觉得不会，因为碟子跟杯子需要洗。没有啦，开玩笑，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宿舍的房东已经留了很多，其实比你们想象中，就是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小杯子跟盘子，就好像可以拿来用，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不太舍得去用，觉得很可爱。哎，我后面有枕头，虽然你们不知道，你们看不到，这样，算了，它不太适合立起来。都被小晴偷走时间，是你们的偷心人。这样，你们的时间，你们九点到几点？10:30，11点的时间就被我偷走了。你们要留在这里陪我聊天，咔咔咔咔咔。怎么样更好的利用这段时间？还是开一个解忧杂货铺？我是不是讲很多次了？你们有烦恼吗？我们来一起解决。还是我们来做英文习题？All in， 我们来做英文习题啊！我去买英文习题本。英文先不要，我现在跟你说，我现在超会讲英文的。Brilliant， perhaps， 公民老师有严重的性别歧视怎么办？不要放在心上。好难哦，但是如果你很在意的话，你就可以认真的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就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我觉得就是要讲出来，就是讲出来，认真去讨论这件事情。但如果是心里面，就是其实你已经讲过，或者是说人家没有要变的话，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就好了，只要你就是。因为我们也管不了别人的看法，就你如果已经做出行动的话，对对对，这个解释，我的话是这样子啦。在心里面骂他，在心里面，可恶。活出自己，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主要是我觉得公民课不就是教这种东西哦？了解。那你就怎么说呢？保持你内心的想法，对。小晴支持你，保持内心自己的想法。如果没办法改变别人的话，你就不要被他影响，这样子。谢谢 Steven 的枫叶。谢谢怀怀的你最闪亮。看到小晴的直播间好 relaxing， 小晴语录，我刚讲什么了？小晴在小红书都在看什么？最近刚想，你怎么看下载小红书？
我看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小红书有很多，就是很多投稿。之前我会用小红书看一些家具或者是英文，对，然后还有跳舞的基础功跟着练，做运动的，然后对做运动的有时候就是收藏了，但是没有在做家具加京剧，京剧家具。对，然后还有穿搭好像很多，可是我觉得穿搭这种东西就是你可以多看别人穿，但是穿搭你没办法模仿到跟他一模一样吧，不然的话你就直接买他的那一套，可是这也好像不太一样，就我觉得你可以多参考别人的怎么搭法，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你要喜欢你自己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这很重要，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对，层次啊什么什么东西，搭配什么的，我觉得就是也是以自己出发啦，对。我的话，对啊，我就查很多，就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就是。感觉可以在网上找到教程的，可能就会去小红书看看了。现在小红书比较充满一些那种短舞蹈小影片，然后还有是什么语言的跟做运动的，跳舞跟做运动比较多啊，还有护肤跟化妆。但是影片为主的吗？没有用过，影片跟图文的都有，蛮像 IG， 但是也内容不太像 IG 比较像分享的人，分享生活的人比较多，小红书就是蛮多什么都有的，蛮多那种教学类的，有实用的，也有分享生活的。但我看的话，好像教学的蛮多的。还有那种短视频、短影片也有啊，就是那种抖音的吗？就是抖音你会看到的那些影片都有。小红书可以拍 vlog， 可以啊，就是你就放 vlog， 它是一个平台啦，就有点像 IG。主题性比较强，对，但 IG 就很记录生活，小晴哪里都喜欢分享生活，你说我吗？我蛮喜欢分享生活的。可是我们现在 TP 的话就是 IG 吧，我们都蛮大家都在分享啊。我就爱用讲啊，直播在分享生活，是不是？是不是比起 IG， 感觉我在直播一直在分享生活 ？IG 是因为 IG 一定要发文。哎，不是，一定要有图片。我没有图片，没有图片。在 IG 感觉比较认真的在经营，你在 IG 比较没那么活跃。我想要活跃，可是我没有照片。小晴最近有在自拍吗？没有。有啦，工作的，一秒一秒怎么什么可能之类的，大家等一下，一秒一秒，一秒一秒出了之后，小晴就有照片了，发个纯黑图。我觉得小晴算蛮常更新的，我觉得我的 IG 我的现实动态比较多吧，
还十几天呢，每天拍十张挑战，要做个什么？一天十个照片，一天十张照片，超难的，对我来说。翻库存。突然想到还有未来的果实，好期待歌词啊！耶、yeah ，对我都忘了，因为有时候不是开直播的时候会忘记要讲什么。一天有一张就很好。小晴的贴文跟动线都是15:1，有那么多吗？最近啊，最近是我之前比较多照片的时候会比较常发文。期待未来的果实，谢谢大家。这是我们的去年举办的运动会，查克兰获得了第一名的奖励，就是得到了这一首附录曲《未来的果实》。我们听到的时候，其实还蛮，就是首先蛮惊喜的，因为这首歌并我有听过名字，但是并没有到很熟悉。然后在后来再拿到 demo 或拿到歌词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就是很开心的一首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烧肉呢？对啊，好啦，大家没关系啦，我们再等等我们的烧肉。对，刚好也是向日葵组的歌 ，Boys and Girls 的歌，对。这首歌的，就是怎么说？这首歌是一首很轻快、有活力的歌。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跳起来非常的开心，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组的，跟奖励没有关系，但可能是，就是想到，我记得我录音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就是这首歌是我们大家一起跳的，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又觉得哎。虽然我们人比较少一点，可是人比较少一点呢，就是我们就不想要，就是那个场子太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毕竟，就我们人也真的没有很多，但就是还是怎么说，很有那个 feel 欸。我觉得是 Sakura 的特质 ，Sakura 真的是很热闹，你知道吗？对 ，Boys and Girls， 站起来就是 Sakura。但我跟你们说，我们在练习了，然后对，可以期待一下，还在练，期待以后有表演的时候。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吧，因为人比较就是分怕的时候会比较少。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我不知道哎，未来的果实好像还不能讲太多。还是我们来讲一下今天新发的影片。今天不是发了一秒一秒的，舞单公布选拔的花絮。那个时候我们对歌，因为我们中间还隔了一个疫情嘛，所以那个时候对歌其实没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就是那天公布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我想一下，总经理有对我们讲了一些话。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歌的，还没有，就是只知道的是原创曲，但是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对，然后就是跟我们讲了他想要，就是要原创曲，
哎，不是要原唱曲，就是我们这一单是原唱曲，然后还有，我想说大家可能比较，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了成员的发言之后会有点哎，所以其实到底讲了什么话？就大概就是说，就是总经理很希望跟我们一起，就是以这一首单曲，然后就是有一种，因为这次也是原创嘛，有一种就是让大家更加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有一点新的改变吧。他希望我讲了让你觉得很感动的话吗？念到名字的瞬间，每一年都会有一种，就是，不太能预测吧。我不会觉得我一定会上，所以我还是会有那个紧张在。但我想一下，其实有点远。但其实评比啊，我们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通常都是分组去的，就是分组去评比内容啦。对，内容是分组，但是是同一天，然后也是就是同一个时一起这样，但是就是分组，然后我们会一起去准备这件事情，就是评比的这个内容的事情，就会觉得。表演的时候会表演就是评比的时候会觉得跟大家一起，然后很希望，就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就是展现出来，但有时候会跳到有点忘记了，就是这是一个评比，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因为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会不会少了点什么企图心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可能在表演的时候，就算我表演前会有想过这些事情，但是表演的时候实在是有时候会比较喜欢享受跟沉浸吧，对。然后也很喜欢就是唱歌。然后呢，讲一下我讲的话吧，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在一个什么位置，或者是说我是担任这在这舞单里面担任什么角色，甚至是舞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对，我只知道公布的时候只知道自己入选了选拔这件事情跟原创曲这两个资讯，还有 center。 那个时候其实能够预测到，就是因为原创曲一定会就是担心大家的反应或者是作品什么嘛，就是但是因为就是有很多期待跟希望，但是又有一点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当时我是有一点因为其实我没有很擅长讲感言这类型的，有时候情绪来得比较慢，我比较适合那种回家先沉淀一下，然后慢慢再跟你们说什么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想到的是，虽然很多人会觉得 center 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当然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毕竟它有点像就这首歌的中心位嘛，对。但是呢，每一个成员都是翅膀，虽然通常我们说翅膀就是说这两边的人，我其实蛮想要当翅膀，但是呢我是觉得每一位成员在舞单不能只说舞单，就是每一张单曲选拔成员除了 center 之外，center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但是除了 center 这个职位以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翅膀，就是那个令这个作品就是能够更有更强力飞到更远的一个很强力的翅膀。对，
就是所以呢，我也很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就是强力的翅膀，跟大家一起飞到更远。然后也希望这首歌能够让我们就是展现我们更不一样的地方吧。虽然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首歌的曲风没有跟你们一样来个180度大转变，是有点小可惜，没有就是让你们觉得哇，怎么会是什么暗黑风或还是什么摇滚轻重摇金重金属，什么是没有那么大转变，但是。我们也会就是加油吧，因为这是我们，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没有任何的怎么说前辈的范例，然后我们第一首原创曲，对，还是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这个作品，对。谢谢蛋挞的掌声鼓励。还有什么呢？那天就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宣布选拔这个画面，然后我也没有很喜欢宣布选拔之后要讲感言这件事情。除了刚刚我说，就是我情绪来的比较慢以外，其实我有一件事就是比较难过，就是。特别是看到落选的人，就是怎么说呢，又很开心有新的朋友入选，然后又很替那些落选的人难过，就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也很开心自己 入选，你懂吗？就是这是一件很复杂的心情，所以也只能说继续加油吧。而且我觉得入选了就要好好做好入选就是该做的事情，然后尽量的就把自己做好一点，然后这样也不会辜负大家的努力。然后落选的我也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时机吧，时机，哎，不然的话就是很不舍耶，就是而且有些人就是很难过的同时，他们又不太想要别人就是太担心他们，所以他们就会说没关系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心疼吗？就是我觉得大家情绪可以出来，就是不用别的，因为我是一个很情绪的人，但我也有倔强的时候啦，所以就是至少希望他们内心可以好受一点。对啊，想必你们也很复杂吧？对。我也不想把负面情绪露出来，可是事实上我蛮会转换想法的，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换一个想法去想，比较蛮会这样子想，但是我可能就是难过跟有压力是两件事情，我很容易因为有压力而造成一些情绪化的心情，很容易因为有压力而就是可能会有点紧张，就是平常的人会有一个紧张的心态在那边，但是难过的话我就很
难过跟就是一些负面情绪，我比较会去转换它，会想另外，要不就想就两个事情啊，要不就想解决方法，要不就是想就是如何去把这件事情用另一个角度再看。对对对，嗯。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一件事，就是我身旁有很多朋友。我回到家，我今天不开心，我会看到一家会愿意听我讲话，然后帮我分析。对，我在公司不开心，还有 SSK 陪着我。对，跟他们讲，他们愿意听，然后愿意就是给我一些温暖。对，或者是说我妈也会。永远就是只要我愿意去跟他讲，他也愿意去听，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就是我身旁有很多就是很好的大家陪伴着我，然后也有你们跟我说没关系小青这样我的朋友都只会给我毒鸡汤。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就是知道有人在身边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蛮弱的，但是我又不太喜欢就是别人说我弱。今天擦粉色指甲油。就是我的叫什么倔强嘛，不认输，不太爱服输，你知道？谢谢杨公公的向日葵。但有很多事情是，我最近看到一句话，我就觉得蛮对的。我最近看到有两句话吧，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遇到不好的事情，你经历过那件事情，你就会得到成长。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只是为了让你未来得到更好的进步才会出现的。所以只要你跨过它了之后呢，你后面你就会变得，你就会成长起来。对，所以就这样想。然后另外。安慰自己的话呢，就会觉得这不会再比现在更，就是现在我觉得很痛苦的话，就不会比现在更痛苦了。所以呢，以后一定会变更好，所以就不用太在意这个负面情绪。又或者是想一想以前更烂的，就是更加不幸的时期，你就会觉得啊，现在还好，真的是还好。对。然后还有最后一句，就是近期我觉得非常对我有。用，然后我也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的，然后分享给你们。就是他说有一句话，就是说你是好的人，你是对的人的话，你到哪里都是对的。就是你做得好的话，不无论你去哪里，你都可以啊。你是可以的人的话，无论到哪里，你都是可以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到哪里都可以的人。可以可以，很正面吗？但也有不自信的时候，所以现在就在让自己自信一点，希望能够让自己自信一点。有啦，大家有好好看我的信吗？3周年的信。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底气，你知道吗？希望就是当我觉得我好像不行，感觉没有很好的时候，有你们的出现，你们的存在就是我的底气，告诉我就是没有，还有很多人支持你。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加油，然后让小青跟大家一起
走到更远的地方。现在可能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你们会觉得啊很可惜的事情，但是就我觉得我们就继续加油。谢谢初风的你最闪亮。我其实还想要跟你们讨论一件事，但有时候你知道，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对啊，可以说吗？我想一下。还有音乐壮壮胆，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但因为我平常不太会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关于 center 的事情，因为我想说大家有时候会很在意啊，谁是 center， 谁是 center， 然后，但其实我觉得大家把 center 有些就是例如说单曲的 center 的确就是蛮重要的，但是。有些时候其实不只有，就是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除了 center 之外，大家都是一个很亮眼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part， 但可能有时候有一些歌是以中心，就是会为了那首歌去跳中心位，有时候就是可能写是写，但有些歌呢就是写是写 center 是这样，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你懂吗？就是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你懂吗？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不用那么有压力，对。就可能实际上他也没有到，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说，可能是双 C 啊，或者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很重要的 part， 像是公演曲，公演曲就是一个蛮像这样子的，虽然他是。写是写 center， 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很重要的位置在，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可以少放一点压力，对，不用觉得啊好可惜啊什么的，又或者说啊好开心，就是啊好开心是可以啦，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我不知道，我很怕我讲错话，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还是把它剪掉，如果你们要放什么的之类的。我平常真的不太会讲这种话，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很怕我讲错话，就是也不能说它不重要。对，我们成员也会在意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站的位置。对，但这个位置呢，也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然后。我觉得当然是越前面越好，因为这样子大家触及的面也会更多，然后我比较在意的事情是就是自己的 part 吧，就是很明显的，如果今天我站得不够前面，我就比较没有底气去得到那么多趴，然后我好怕我讲错话，大家，所以呢就很感谢大家让我能够有现在的位置，就是无论我现在在哪里，但我现在进了选拔，甚至是得到就是小组里面成为其中的一员，然后我都很开心能够得到就是这些歌曲的位置。因为我平常太少讲这些话了，因为有时候并不是，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这些话
很怕就是讲错之后会有什么反作用，也不想要让就是大家受到伤害，就是不要越讲越糟，你知道吗？你说如果你说我没有野心，就是想要站更前面，也不是没有，就是你懂吗？就是一定大家都会有那个想法，还没有上过选拔的人一定会想要进选拔，大家都有在为此而努力，但就是位置跟那个对位置这些东西是固定的，就是而且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所以就是我们也只能更加努力的让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吧，对，然后之类的真的很难，你知道，就是我不想用运气这个词，大家我真的不想说等什么运气来，就是没有很喜欢这个词，但有时候真的很看机会。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我好怕，没事，反正就是大概讲到这边，大家不知道大家会懂我想要讲什么吗？但几乎我都讲了啦。谢谢荷染的黄色向日葵，我会朝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再努力。希望大家一起加油。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说自己很怕，现在从前面开始剪到后面都把它剪掉有些东西不讲出来大家就不知道，所以我不应该一直把什么很怕挂在嘴边谢谢大家，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在我的位置做好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对，最好的一部分。Yes， 谢谢。谢谢，谢谢玄尼的尼的闪亮，哎 ，Kiki 做你的猫。玄秘，今天到十一点吗？好像可以哦，可以到十一点。每次都太晚，你得体吗？谢谢。
有啦，我也有很多的想法，但偶尔会把自己的想法有点删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想太多。然后最近比较，比较怎么说？比较直密，因为我不知道受什么影响，但是好像想法没有那么绕来绕去，就比较就是敢做，对，比较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太多会越来越负面，没有想太多就是会。不是会越来越负面，就是解不开东西，解不开，还是很委婉。以前的话应该不会讲这些话，我就觉得有点那个，就是懂的人就会懂，就是好像也不太会讲，就算了，就不要讲了。就是不讲的话，就是大家总有一天，可能有些人。想到了就想到讲出来的话就是跟你们说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子，我也有想过这些事情，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我觉得虽然还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十五号好，就是明明就还有两个礼拜什么，我觉得哇好远哦，怎么那么久，就是很想要赶快给大家就是知道我们的内容，对。还有年历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还没有买的大家建议你们可以下单。年历很好耶，年历很好，大家喜欢小晴把这些话说出来，你平常都不说。对啊，我平常都不说，听说很棒，超级棒，棒棒棒。还有什么可以分享呢？调低一点好了。最近又买了啥之类的？最近没有买事，没有买事，没有买东西。事情，我一直想说事情。守着秘密，也不算秘密吧。有些事情，就是就放在脑袋里面想。欲言又止，太多欲言又止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很怕我自己无法判断哪些是，就是，老，反正就三思而行嘛。十月生血值得期待吗？哇，十月生血，你们应该会吓一跳，我。我会吓一跳，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蛮不一样的。对，我，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宣传图，还没到十月，反正。就是生写真的主题我都蛮喜欢的，后面几个月都很开心，对，就对，变色灯日落灯像灯吗？有在用，可是就是最近比较没有在用，因为没有
没有要用的时候。他一直很想要剪 vlog， 然后又但是又没做事情，就是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我有在拍，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是我有在拍某一个企划的 vlog， 但那个企划还没结束，所以就先等一下。希望能成功，因为像是我想要拍一秒一秒的 vlog， 但是有头无尾，就我很多都是这样子，有头没有尾巴，然后就有点难发出来。对，本来想要就是拍那个 MV 的，还有一秒一秒的一些，对，但是就没有。就每次都是开始之前啊，然后就说我们即将要去拍 MV 喽，妈妈妈，你看这是零一啊，小迪是啊，这样看看一加一等于，然后讲完之后就啊，我们要开始拍了，等等见，然后就没了，就没了，然后就没了，所以就。什么都没拍到，就很忙。在那有吃什么东西吗？那天吃的很好，可是不能跟你们，我觉得会放在那个，会放在官方花絮，感觉会吧，所以先不讲好了。是泰文吗？是英文吧？这是英文啊。饮料好贵，饮料好贵，饮料好贵是什么意思？上次怎么想比 Kitty 跟 Melody 啊、哦？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是 Melody 派啊？我不是 Melody 派哎、欸。为什么会讲到 Hello Kitty 跟 Melody 之争？是因为有一天，就是那一天我们。一不小心没有布的部分呢，我们就聊到，哎、欸，好像反正去哪里，然后看到 Hello Kitty， 然后一允就说他其实喜欢 Hello Kitty， 他说以前很喜欢 Hello Kitty， 我说真的假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他没有很喜欢 Melody， 因为大家都喜欢 Melody， 但他喜欢 Hello Kitty 这样子。然后林一就说他没有很喜欢 Hello Kitty。要选的话还可能会选 Melody， 但是他也没有喜欢 Melody， 我就说我以前叫 Kitty， 完全无关。小青不是 Kiki 拉拉派吗？对，我是 Kiki 拉拉派啊。然后我想说哦，扭蛋，我们那天去吃寿司，然后看到扭蛋有就是三丽鸥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说现在大家都喜欢 Melody 吧，就是没有人会喜欢 Hello Kitty， Hello 凯蒂，对吧？然后我就说还是我们来，然后说那你觉得我可以在观战开一个就是投票吗？我说 Melody 一定会赢，我跟你说 Melody 一定会赢，他说我不会。然后发了之后就是如大家所见，就那个投票数直接多出200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还有一堆人不投票，因为他们就是像是布丁就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是布丁狗，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啊，可是我觉得我的问题问错了，我不应该问说你喜欢哪一个三六角色，应该是问说以下两个 PK 就是大比拼你们会选哪一个，不然就是多出来大家说哦，我喜欢大耳狗，我喜欢布丁狗，不是我，就是我本来想要问的是 Hello Kitty 跟 Melody 你们喜欢哪一个这样子。然后一云就说那其实也还好，他以为 Hello Kitty 没有人要选，但还是有一些票数的，很喜欢酷企鹅嘛，小青喜欢 Kiki 拉拉，但是 Kiki 拉拉的那，我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扭蛋机，我看到一个就是咖啡色头发的 Kiki 拉拉，我想说，还好。
我还是喜欢 Kitty， 之前 AKB 跟 Kitty 合作的玩偶有烧到，我好像没有特别喜欢 Melody， 要说的话可能喜欢 Kitty， 但是 Melody 的周边比较可爱，因为 Kitty 有时候 Kitty 是红色跟白色跟蓝色，就是他的蝴蝶结是红色，然后他衣服是蓝色，然后他是然后通常是红色跟苹果的搭配，但是 Melody 就很统一的就是粉红色。对，咖啡他的头发很怪，不好，还好还好，没有到不好看，不能说他不好看，这样就是不是我的 type， 但我特别喜欢那种特别系列的 special 系列的 special version 之类的 Kiki 啦啦，就什么他没有绑头发之类的 ，Kiki 有绑头发之类的，超可爱。还有什么，独角兽之类什么，穿小白裙什么之类的，超可爱。大家有看过 Kitty 的动画片吗？我以前我 Melody 的 My Melody 的动画片，从之前有一个就是真的有人的那个动画片我有看过，但是 Hello Kitty 好像没有嘛， Hello Kitty 只有那个超旧的那个动画片，那个动画片很好看耶，就很旧的那个 Kiki 跟 Mimi 的，但其实我也没有看过其他的大耳狗的吧，库洛米派，库洛米应该有吧，蛮多人喜欢库洛米的、啊。是什么呢？反正 Kiki 和 Mimi 系列的，看到有嘴的 Kitty 很乖，会吗？我觉得有嘴比较可爱哎。可是依云也说他比较喜欢没有嘴巴的。小时候只认识 Kitty， 他说 Hello Kitty 就林一说 Hello Kitty 就跟就是。迪士尼的米奇米妮一样，就是你只能说它是经典，但是大家通常都很喜欢其他角色，就像是什么大耳狗啊，我觉得大耳狗人气真的是很强耶。小晴喜欢动画里的反派角色吗？看他的行为就是看他有没有真的很讨人厌，有些反派角色是很可爱的，曝光率太高反而不喜欢吗？不知道哎、欸，就是大家的喜好吧。也是有人喜欢说不人气的小麦精，小麦精很可爱啊。没有人在看 Dora 吗 ？Dora 有看过，但倒是没有。没有到就是很熟悉。火箭队吗？火箭队 ，Sonance。欢迎黑杰克。我们这个安静的夜晚，哎哦。对，我本来想要跟你们说，本来我开台的时候刚好看完那个《Nemo Hamo Luma》的，就是中间的新编舞，大家知道吗？就是直播 AKB 前辈直播那个《Nemo Hamo Luma》完整版的
舞蹈还没有编完，所以他们就编，然后那个中间终于出来了，我觉得很厉害，超酷的。果然琴可以再一次吗？不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很厉害的点是它的画面很好看，然后就是很多是那种一啪一啪一啪的，但我觉得真的是很费体力耶，就是很累耶，超累，看起来就很累。谢谢怀怀的向日葵，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就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而且人很多，还就是大家舞蹈都好厉害。谢谢开心的眼睛夜障肿跟华华的向日葵。对，本来想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感受，大概是这样子。谢谢华华的你最闪亮。今天也有上 VR 的 rumor， VR 的 rumor 是什么啊？就很厉害，就是终于，就是渐渐的，接近发售的日期。柠檬哈猫绿嘛。今天本家新单真感觉是新时代了，谢谢大家的向日葵。开心，好啦，好像也差不多了，开个自娱自乐，自娱自乐。该休息啦。你们也是，你们洗澡了吗？其实我已经洗过澡了，等洗澡完之后再来直播。果然还是很喜欢这首嘛，最近的爱，下一次可能又换了。但我是那种，比如说今天最近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就会很常播这首歌。但还是要早点睡，要因为明天还是要早起。大家辛苦啦，谢谢大家的礼物。那我来念个排行榜好了，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晴的直播。第十名是阿奇，谢谢阿奇。第九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八名是蛋塔，谢谢蛋塔。第七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六名是 CKMK， 谢谢 CKMK。第五名是何染，谢谢何染。第四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三名是信伟，谢谢信伟。第二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然后第一名是中华喵喵，谢谢。我最近在考虑要不要就是播三天，然后时数就是可能播短一点，但是播三天，你们觉得呢？辛苦了，这样就可以就是
对啊之类的，看你的时间怎么分配，就你们一个星期可以看到三天。一整天都是我，就唱歌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你方便最重要。无可奈何。爱什么？谈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亲密了，还是说痛过伤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我舍不得。那我们。听完这首歌就结束咯，时间许可一定会来看直播的，谢谢何然。忙里偷闲也要上来看小晴，小晴晚安。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经历了，这也算痛过、伤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我舍不得。哭笑不得。好啦，现在已经是开学开工很开学很久了。好，大家上课上班加油，我们就下次直播见啦，大家晚安啦，谢谢蛋塔的向日葵，大家晚安晚安，我们下次见咯，谢谢你们来看我直播，晚安，拜拜，谢谢，早点早点睡，辛苦了，拜拜，晚安。